唔好意思啊，我嚟迟咗，工厂区咧好难揾啊。你系嚟见工嘅？系啊，一条裤嘅 Abby。嗯，跟我嚟啊。哦，系家嘅感觉啊！Best teacher， 最佳演员，93年。Hello， 我是 Grace， 一条裤的行政经理。你介绍一下自己先啦。你好啊，我是新同事。你是新同事？我是新同事。新同事？新同事？新同事？哦，姓新啊，而家真的很少有啊，嗬。啊，你好啊，新小姐。咁我哋开始 interview 啦。你知唔知一条裤系做咩噶？你系指边条裤？我哋间公司一条裤。哦，一条裤啊，呢层咧死啦！我真系唔知啊。咁你有冇听过纪录剧场？纪录剧场，记录低在剧场做过的演出。那应用戏剧呢？应用，即是好像应用程式那些 friend， 是有个关于戏剧的 app。你有没有听过人种志剧场啊？你有没有打过 transcript？ 你识不识做访问啊？你有没有写过 proposal？ 其实你知不知道 art admin 要做什么的？其实你有没有看过一条裤的戏啊？我 OK， 新小姐，我想今次的 interview 都差不多了，我都没什么问题问了，你回去等我们消息吧。等等，虽然你问我的所有问题我都不懂答，但是我拥有的是热诚，对戏剧的热诚，对艺术的热诚，我已经准备好永远保持着不断学习的心，在这里一路做一路学，求你给次机会我。可能 Grace 被我的诚意打动了，又或者是他们真的很等人用，就是这样开始了我接下来在一条裤的日子。我已经准备好永远保持着不断学习的心，永远保持着不断学习的心，我已经准备好永远保持着不断学习的心。